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TFBOYS， 六周年就要来了，为了能跟大家顺利见面，有几个不要说给大家，希望大家遵守并配合我们。野票的粉丝不要在场馆外聚集，不做任何应援，为了保证所有观众的安全，不带灯牌。没有票的大家可以通过直播和我们一起过生日，大家注意安全，我们八月十号见。